拉稀怎么办？猫拉稀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吗？猫拉稀的话，它有很多的原因，比方说你突然换猫粮，它有可能导致它拉稀，或者是说受凉了，它也有可能会出现拉稀的情况。再有一个，如果是说它体内有寄生虫的话，它也有可能会导致猫拉稀的情况。但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猫的一个传染病，因为猫的传染病也会导致猫的一个拉稀，所以你一定要去考虑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导致它拉稀的。那怎么去治疗的方案肯定也是不一样了。如果是说因为寄生虫导致它的拉稀，那我们要去做好驱虫的工作。如果是说是因为换粮食，那我们可以考虑到控一顿食物，让它的肠道进行一定的调整。但如果是说你在控一顿食物之后仍然没有什么改善的话，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其他问题导致的猫拉稀了。这个时候你最好是咨询你的兽医，寻求一些帮助，或者是说寻求一些建议。如果是说猫拉稀的话，它的精神状态也会慢慢开始变差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再去耽误它的病情，一定要做到及时的治疗。小贴士：猫咪拉稀有多种原因，如果是因为猫粮原因所致，可以停尸一顿观察；如果是因为寄生虫问题所致，就要做好驱虫工作；如果是其他原因导致拉稀，建议你咨询兽医比较好。